10月6日系大 S 徐熙媛嘅48岁生日，大家都好好奇老公具俊晔有咩表示。呢日具俊晔出席选秀节目记招，就大方分享佢嘅宠妻秘诀啦。哦，네，그가족들모여서밥먹고요，네，그리고그생일케이크도불고다했습니다。那有准备什么礼物给新人吗？네，몰래화장실에서제가선물사다가이렇게몰래숨겨놨는데볼일보다가발견해가지고기뻐했어요。什么礼物可以他分享？팔찌，크로마츠팔찌，해줬어요。除了将价值港币20,000元的手镯收埋喺厕所，具俊晔仲亲手画咗张卡送俾太太，浪漫指数简直爆晒灯啊！카드라기보다저는이게그림을그릴줄아니까그냥이렇게글씨로그림처럼Happy Birthday to you, 내사랑희원이라고글씨같은그림을그려서줬어요具俊晔同大 S 当年喺当红时期秘密拍拖，因为男方公司施压而被迫分手。不过时代唔同咗，而家艺人拍拖已经唔需要收收埋埋。身为选秀节目导师嘅具俊晔就话：好支持学员拍拖啦。아니요，기회가있을때잡으라고말씀드리고싶어요그럼요연애하고뭐일하고무슨약간관계가없다고용기를내라고말씀드리고싶어요연애를하면음악만들때도움이되겠죠사랑에대해서